屏香出发，大专南甲五千公尺决赛，参赛选手共计21位，前8名。选手介绍：台湾师大周宏宇，辅育大学杨浩明，台北市立大学江彦伦，国立体育大学黄华凡，国立体育大学吴冠才，国立中正大学赖贤侯，国立体育大学黄威纯，台北市立大学李伟成，国立体育大学庄家伟，台北市立大学宋玉辉，国立台湾体大谢板贤，国立体育大学王静怡，国立屏东科大林淑颖，台北市立大学王中伦，国立台湾体大杨俊宏，国立清华大学李嘉翰，国立台湾体大陈宏展，以及国立台湾体大蔡祖恩。铁赛部分，大男乙撑杆跳高，六位选手整齐的画一排开，我们将进行选手介绍。分别来自成功大学陈燕婷、清华大学杨淑伟、南开科大李佩琪、阳明交大郭佩成、屏东科大黄国章、南台科大杨正成。以上六位选手预祝闯佳绩，大会记录是由南开科大洪伟翔所保持的4公尺23。